入嚟慢慢傾，以呢間屋為例，呢度千四尺，筍盤嚟噶。點進化？講紅塵。咩嘢？我唔中意你埋我拆樓。你得唔得啊？擺落去排隊啊！八百尺七套嘢喎，三房一廳要扭貨啦，係嘛？多兩球我就OK。哇！香港地產死㗎啦，你話你死咁未死啊？我而家拆咗999年擁有土地權利嘅項，你咁樣係犯法㗎。香港法律最偉大嘅地方就係可以隨時改嚟改去。我做地產㗎，我保證你一定會有屋住啊！你有冇電腦喎？冇錯啊，香港點會諗啫？